黑熊，我大家好，刚才王慧的他给我说想吃火锅了，想吃火锅，但是又不想往路一跑。啊，我想的是，然后我跑到县城里面去买点食材，晚上，咱叫上帮给帮奶奶还有侄儿，咱做一顿稍微弄一点，弄一点。OK 了，买好了，又买个锅。老板，洗菜了吗？嗯。洗点青菜。对，弄点青菜吧。你刚刚不是买的有肉？哦，肉买好了。再搭配点蔬菜。赶紧吧，饿回了。好，马上就。嗯。Hello。王爷呀，你挂门了，我拉进去。哟，那吃完了吗？哟，我忘了提，我忘了提前给你说了，那走上那边吃火锅去都。上那边吃火锅去，走奶奶。这样别吃了，先搁这吧。啊。啊。把几个走啥好吃的？啊，这蘑菇汤。哦，蘑菇汤。打的蘑菇汤。我忘了提前给你说了。哎，他没敢听他了。Hello。王爷，奶奶，好久都没见了。没见了。最近咋样？好不好？挺好。哦，开心呢。啊。小宝宝。坐奶奶，坐一会儿吃哈。我天，先坐，先坐。咱几个搁这吃一顿，我买个锅，吃一顿买个锅，这都是买的锅。不止的，我估计这里边还有的，哪里边？我买了得六七个锅了。啊，这都是，没有爷，个吧？一回买个锅。你的肚子有我的肚子脸大。那是的。哦，因为我这里边是两个人，所以说有你两个大。嗯，我一个。哦，你一个，你两个，我这里边一个，你那里边有吗？我这还行。你黑鸡汤碗，天爷。奶奶坐中间真幸福啊。哦，俩抱有。啊。奶奶，今儿就帮喝点吧。怎么了？少喝一点。小米。弄一杯。怎么？少喝点。那边接着给奶奶请来，来，弄弄活儿。嗯，好吧。要不说，来，看看合不合口味儿，那不有那指南针？是的。嗯，你教一下算的。那时候你们在的时候，俺给爸给这样成天这样对。你们这一回买个锅，一回买个锅。你买个锅都买十个。啊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爸，可你这真几回了。俺再下一口，可爸下半杯了。可以，慢慢的喝。啊。别喝多了，奶奶回去揍你。看你年轻点。啊。这多好。有谁喝？年好。这年好。吃光棍去了。奶奶都知道年好了。嗯，其实有时候奶奶有时候年好确实累了嘛，她往后边一坐呢，那搁那逛荡逛荡，喝把一场。哦，六七点都起来。哦，六点都走。嗯，对，以前没有奶奶的时候，都是我陪着爸年。哦，那俩。啊，是吧？看看，都给的。一杯粥，你好，慢点啊。
慢点啊。慢点啊。